玩一个小游戏，输了的人就洗碗。如果呢是咱们客栈的人的朋友输了呢，那咱们的客栈的成员代替他洗，好不好？啊，什么游戏嘛？几匹马应该都会吧？不知道，不会吧？因为几匹马好像在江湖上已经都会。什么是几匹马？来，子夜，唐嫣姐不会几匹马，你来跟她玩一下几匹马，因为你去年才学会。我忘了，一匹马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好，你来一个，来，有几匹马？6匹。不对，1匹马，2匹马，几匹马？哼，<笑>3匹马。哎，你咋知道？他蒙的，他蒙的。你考我一下，我看我能蒙对吗？这是一匹马。 这是几匹马？2匹马。错了，5匹马。哦，从来都没玩过。这是1匹马，这是2匹马。几匹？6匹。不对。孙江哥，你最后问了个什么？几匹？2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<笑>我知道了。怎么我们两个同时那个知道？那你就问我们两个来。哎，我们看看。谁先抢答？抢答！抢答！ 有几匹马？4匹。杰哥应该知道，但你我不确定。我知道了。他是听到人家杰哥的时候4。怎么可能？你是听到人家杰哥4的时候直接噌，直接来考。跑了几匹马？5匹。1匹。你不知道？来，我们俩再来一次，来。好好好。我们合奏，合奏，预备走。 你感觉这是几匹马？1匹都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姐姐，我说的好开心呀！他知道什么？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什么啦？来，我跟你说，他前面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可能最后那句话说了几个字。几匹？2匹。几匹马？3匹。对了，有多少匹？ 是不是这样的？也许是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，那个让他再来一次。如果是错了，那我也不知道；如果是对了，那我知道了。来，嗯，好少啊。几匹马？3匹。为啥？是不是马？是。那就对了嘛。再来一次。哎呀，还是很对。几匹马呀？4匹。这里有几匹马呀？ 手干嘛了？手啊，在这弹琴呢。7匹。刚刚从那边跑过去几匹马呀？12匹。还在算。你表情控制的不错。好想站起来抓蝴蝶了。抓吧，抓什么？ 抓蝴蝶，又来了个新的，刚数完马又抓蝴蝶，这有什么游戏？好，最后一个猜出来的食碗，哇！咱俩得必须得知道一个啊！你真快乐，我这个不知道，哎呀，这我也不会，这我也不会。你为了公平起见，你要让子怡也参与游戏。对，我抓过，但我忘了。啥呀？看着啊，有很多蝴蝶啊。 抓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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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几只蝴蝶？5只，4只，1只，1只蝴蝶。嗯，对了，啊啊，这我也不会。这个跟几匹马好像不一样，有规律吗？哦，来，我试一下，再来一个，再来，抓蝴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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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多啊，3个过来，几只蝴蝶嘛。 5只蝴蝶。对了，啊？为什么？蝴蝶最少都会有1只，啊，最多能抓到9只，这个提示很猛哦。为什么能最多能抓到9只？我完了，王子异摊上你了。就是再多抓不了，没条件了。哎，为什么啊？
那我来一个。来，你来抓一下，你上去抓。我来抓。你来抓，我们就能判断出他知不知道。对。我感觉你不知道，我感觉你会出现一种，来来来，没事，就爱看这些画面。预备，蝴蝶飞出来了，开始抓。抓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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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蝴蝶。你抓了几只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看，姐，你要这样我也能来啊。你抓的蝴蝶，连我们懂规则的人都要细看。来来来，看一下。来了。抓蝴蝶。抓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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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蝴蝶。五只，五只，六，五只，五只，应该是五只。六只。五，按照。他对了。我真的对了吗？你对了。你有什么准则吗？他。我有，我有。你为什么猜五只？我猜五只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。我再来一次啊！抓蝴蝶，抓蝴蝶，抓蝴蝶。哎呦，我耳环掉了。就这样，六只，对不对？你耳环掉了，你快去弄耳环吧。他还是不知道，蒙不下去了啊。不是，但是我刚刚真以为我对了。这儿有一对还不知道，这边还有三组还不知道。你就再抓，你再明显点。好，你抓零只给他们看。OK， 我这一次抓的蝴蝶是零只。我刚刚想抓零只的。你来，你来。抓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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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了零只。对呀，就是零只嘛。我前面想做零只的，但是你们说最少只有也有一只。你想做零只？为什么？所以我告诉你好吗？好，你真的，你不告诉你的队友，你告诉他。没关系，唐唐姐要说对了，他们两个做戏了。就是把手什么时候放到前面来看实际数。请坐，请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来，你来，抓蝴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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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好，抓蝴蝶，好，抓蝴蝶，还有啊，啊哈，抓蝴蝶，好，抓完了没？抓蝴蝶，抓蝴蝶，抓。坐回来，蝴蝶死完了，被你抓的，我再抓一次，抓蝴蝶，抓蝴蝶，抓蝴蝶。你要问人啊，抓完了吗？抓完了吗？不是，我问你抓完了吗？然后你要问大家几只蝴蝶，而不是抓完了吗？你问谁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要都不知道，你们组去几？救命啊！因为你们组的组员不知道。你再来一遍好不好？你再来一遍，我肯定能。达飞，你来，达飞，你来，我累了。抓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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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几只？六只。五只。五只。哎，对对对，五只。啊？五只？哦，我懂了。你说你来，你来说。我懂了，你来，你来。抓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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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几只？四只。啊，懂了。得救了，得救了，得救了。你就再抓。抓蝴蝶，抓蝴蝶，抓蝴蝶，抓几只？一只。对，为什么？在同一个横线上的这种呢，一共九只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对啊。然后到这儿的时候变成零了吗？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九宫格电话。啊啊！你最后抓到哪个数就是哪个。对呀、啊。哦。太难了。哦。王子异，王子异。没关系。洗碗去吧。洗碗去，玩了一晚上，洗碗去吧。关键是我们从不会最后到会了，你们组是从会到不会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。一起嘛，一起。没有。